哇，两个好球一个坏球之下越过了游击上空，陈诚威的安打出现，这也是全场的第一支安打。嗯，陈诚威目前连续十场比赛可以敲安上垒，那连续十四场比赛呢可以成功来到垒包上面，两好两坏一再垒走了，垒上跑者启动，来看一下二垒攻防战 C， 看起来球好像比较早到哦，我来看一下，虽然李伟投的是一个弹跳，但是这个弹跳还蛮准的，因为一个弹跳球是往上弹，所以进去补位的杨敏仪接到球是顺势手到是有点往上之后掌握住球的余势之后再往下做 take 哦。今天这个内角球主审也没有给哦，看起来进的角度并不差哦。哇，这球蛮扎实的中线落地形成安打，潘伟翔第一时间没有处理干净，那这样子要掉分，而且垒上的跑者呢继续向前推进。哇，这个球其实我觉得在空中有那种香蕉球的味道啊。